好，我想问一下 Peter， 因为当然大家要看就是美股哈，为什么大家最近觉得比较纠结哈？因为美股明明看到这个标普五百、道琼斯不断在创新高哈，那就业数字也蛮不错，经济是在回升当中。那台股感觉没有受到美股的这个没有受到美股这样的一个利多的这个加持，反而是这个下跌哈。到底现在美国的动向我们要怎么解读？因为刚才看到拜登说要打击通膨。对，基本上来讲的话呢，美国呢，其实在这个经济重启之后呢，它的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数据呢在上升。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通膨数据哦。以七月份来讲的话呢，它的通膨这个年增率哦 ，CPI 年增率是 5.4% 哦，对，这比市场预期来的高。其实它已经连续两个月，六月份跟七月份都是在这种数据高档在盘整，就是也是六月份也是 5.4 哦。那当然市场上比较关心的是核心啊，所以核心 CPI 是跟整体的通膨会有差距，就是说它扣掉所谓的食品跟能源这两个波动比较大的这个数据哦。那基本上讲的话，核心 GDP 也在高达 4.3 哦。那我过去这个大概20年的时间在观察联总会，其实基本上在这个前主席那时候格林斯潘的时候呢，通膨看到 2% 就准备要升息了。那现在通膨已经到 5.4%， 联总会还是按兵不动，所以市场上开出两派声音了。一派声音就是觉得说，相信联总会讲的通膨只是暂时性的现象，经济重整这个经济重启之后的暂时的现象，所以说通膨慢慢会下来。可是下来之后呢，会下来到哪里呢？其实像今天又看到一个这个新闻，然后就是讲说这个债王哦，这个冈拉克讲说，这个通膨可能还是下来以后还是在3%以上，所以说以过去联总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升息哦，当然升息之前要先缩表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QE tapering 也无法避免。所以说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这个所谓的货币政策的宽松，造就了这波股市的一个大幅的上涨哦。所以说去年这个疫情哦，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来了之后呢，股市是先急挫，然后到了第二季以后呢，止稳以后呢，打底开始反弹，主要是货币政策带动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财富的这个增值的效果。那现在呢，通膨数据这么高，重点就是说呢，之前联总会的借口哦，或者是它的不升息的理由，是因为就业市场哦，因为你会有两个目标，除了维系通膨之外，就是再来就是促进就业增长，最大就业增长。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所谓的七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这个数据呢增加了94万人哦。目前市场上关注的焦点是百万哦，所以说如果连续三个月的就业数据有百万人以上的话呢，联储会就没有借口了，他就必须要赶快来做一个货币政策的调整，至少把这个超宽松货币政策调整成比较中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先做缩表，甚至明年来讲的话呢，有可能会提早升息，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升息，目前联储会的这个说法是说可能2023年哦，根据联储会的点阵图是2023年，但是有一派的比较积极的分析师的说法是觉得有可能提早到2022年，也就是明年的下半年。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因为市场对于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杂音比较多，所以说最近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殖利率哦，就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开始弹升哦。我们来想一下，回想一下，今年第一季那个时候，美国的成长股或者是美国的这个科技股走弱，就是因为殖利率呢，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从一左右弹到1.7，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科技股比较弱势，然后也当然对台湾有一些影响，但是因为通膨把科技成长吃掉了，是的，是的，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通膨数据不下来，美国的就业数据又变好，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大家会担心说联储会可能会提早做货币政策的改变哦，那这个当然对于这个所谓的比较重要的权值股、科技股一些影响，也造就了整个市场会比较震荡。OK， 好，现在到底这个道琼费半我们要怎么样观察哈？这个大家也说，美股会一直在这个高点吗？好，那道琼费半哈，的确也可以看到哈，其实在上周啊，道琼斯跟这个 Standard Poor's 500啊，他们还在创历史新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去对照纳斯达克指数，尤其你去对照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其实下来这个比较明显了，尤其是费半。好，那跟台股比较相关的当然是费半，不是道琼斯嘛。所以观众朋友可能要搞清楚这个相关联性哈。那你会发现，其实费半里面哈弱势的是什么股票？其实第一弱势美光。好，美光股价已经是连日大跌的一个状况，动辄5%、7%这样跟你噼里啪啦连续性的大跌。为什么？因为大摩开了这个一枪嘛，说这个记忆体的寒冬要来了嘛。好，所以说导致美光下跌。好，那另外你会看到过去强的一些半导体的设备股，它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创高了。再加上一些 IC 设计族群啊，像 NVIDIA 啊，这些股票呢开始渐渐在出现转弱的情况之下，我要跟各位报告，我们首先要观察费半，如果费半持续的往下继续破下去，那你可能要小心，它后面会连带影响到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如果一旦松动的话，那你真的还要再小心一点，它会不会再牵动到标普跟道琼？所以现在目前美股呢，
最关键的就是看费半能不能稳住。可是我们发现过去的历史，过去这个一两年来哦，费半往往它破了线之后，它都能反弹上去，而且都再创高。所以我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一次费半是不是还能如法炮制，破了线之后再创高？如果这样子的话，就逮就普了。但是呢，如果不是这样，它真的破了线下去上不来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投资人最紧张的时候了，因为过去是关关难过关关都过了，大家想说，哎，好像还好嘛，反正应该会上来嘛。对，万一那我觉得现在的几率是各半。哦，各半。对对，我觉得现在几率是各半，那几率也蛮大的，下来几率也蛮大的，对对对，一半一半。所以我们现在就比较谨慎一点，在观察了哈。那至于说美股最主要的支撑力道是什么？我觉得主要几个，第一个它的支柱很重要，一个就是联准会。摆明了，我要跟各位报告，联准会摆明了他是根本不想缩表，也不想升息。因为非常清楚，我们刚刚纪文兄已经讲很清楚了，2%就应该要升息，何况现在5%。那为什么鲍尔一直不松口？他就告诉你，他摆明了就是不想升息。为什么他摆明了不想升息？因为他非常清楚，一旦如果缩表跟升息，金融上有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震动。所以说呢，而且现在 Delta 还每天是10万确诊增加，所以我认为他能拖就拖。所以。哎，这个八月底的 Jackson Hole 会议会不会宣布缩表了？我认为不会。九月的这个 FOMC 会议缩表都不会。对，九月 FOMC 会不会宣布缩表？我认为呢也不会。我认为他可能会要拖到12月，他能拖就拖。刚刚主持人讲了一个新闻非常重要，耶伦为什么要去中国？Sherman 那个天津会谈才谈的两方都已经是撕破脸了，为什么耶伦急表他要去中国？我跟各位报告。关键来了，耶伦希望呢，大陆呢，中国呢，能跟美国来谈一下，现在美国现在急于遇到的通膨问题，就是说耶伦比较倾向就是说啊，这个关税无用论了，好，就是这个那个川普那时候的这个对中国大陆强加的关税，其实伤害到美国的物价跟企业，有可能撤除关税，所以说。在谈撤除关税这件事情上面，耶伦准备要去敲门了，所以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为什么你可以放到这个消息是从美国媒体都透露出来的？好，所以这个风声很重要。然后是不是在帮十月的习拜会铺路？这个是很关键。所以因为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是非常 care 通膨，他知道现在这个通膨的问题啊，有可能会压垮美国经济。也可能压到货币政策，所以现在的关键 key point 就是把通膨这个信号隐性啊，这个危险的隐性拆除掉。如果怎么把它拆除掉的话，后面不急于升息的话，金融上可以稳住。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觉得现在目前美国股市是有一点点走在一个钢索上面的一个味道。那我们就静待。后面的整个情势演变 ，OK， 原则上看出来，大家投资人其实用股票投票啊，代表他们也觉得不太会升息哈。对，因为市场股市的反应已经是大家这么认为。市场看穿了联准会的态度嘛，市场看穿了联准会的心态啊，所以联准会鲍尔的这个想法，虽然嘴巴不讲，但是基本上都已经昭然若揭了。OK， 好，这个联准会动作我们继续来看。现在联准会不能用过去来想哈，这个2%以上居然可以忍受如此忍受下去哈。好，另外来看到是我们回到台股哈，这个航海王，哎，真的很多小白的痛哈，那说。说实在的，从基本面来看，从营收来看，都还是很好啊。这个航海王木华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好，航海王怎么办？还在船上的？对，航海王是这样子哈，我觉得他已经杀到这个地步了。比如说呢，在上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航运三雄啊都有打底的这个机会，但是因为整个大盘的弱势，所以他们也被拖下来。可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哈，我倒觉得啊，我们去思考一下，一家企业到底有没有它。本来的一个价值存在，就当它股价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的价值面会不会浮现？我请教这个主持人一件事情，就是开一家 IC 设计公司容易 ，IC 设计 IC design 公司容易呢，还是去复制一个200艘这个船队的长荣容易呢？哪一个比较容易 ？IC 设计吧。对啊，所以说回到这个角度，我们都知道，像中钢这么大的钢铁厂，像长荣这么大的船队，你说它怎么样在短时间3年5年甚至10年去重置这家公司很难，所以说我今天从亚富反弹时正好把这三家公司呢，在上周这个周五的一个这个数据啊调出来给大家看，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可能各位比较少看，就是所谓的企业价值去除以营收的部分。好，那如果你用企业价值去除以营收，你会发现这三家公司的数据其实都不高，最高的也不过就是万海大概是5倍多，那。长荣甚至低到只有这个2倍多，所以说你如果从企业价值去除以营收这个角度来看，我倒是觉得啊，这些公司现在目前的股价啊跌到这个地步啊，如果手上还有股票的人呢、啊，要不要再砍下去啊？
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OK， 那至于说低到不要再对，如果断手断脚，从长远的这个企业价值来看，好，从这个这些航运大航商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来看，他们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很重要一环，他们也不可能再被复制了。对，所以他们当他们的股价已经跌到这个程度了，我倒是觉得你如果是套了很深的人，还要不要再认赔啊？忍痛认赔是值得思考。那至于说空手人现在要不要进去，那当然也是值得思考。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嘛，现在整个季度本来就是不利于这个多头嘛，所以你要买股票，你可能也要缓，而且要慢，而且要这个精挑细选价位哦。那但是你从长期的角度，从价值面来看，我觉得某些公司再跌下去，其他的价值面渐渐在浮现了。OK， 好，其实这个时间点哈，这个暗潮汹涌、波涛汹涌之后，反而是要来看它的价值在哪边哈。最近很多这个财报的数字都出来，反而是一个好好可以检视的时候哈。